家谈一下，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画好不好？是在那个那么多就是来自于地震的第一现场也好，震灾援救的现场，有各种各样的照片，但是你知道有那种从哪，哪怕是在就是在那个一个瞬间，只要它是真的，它处在那种状态里面，那个不是照片能制作出来的，那也不是电影的演员能演得出来的。就像可能这么多年对我的那种辨别力，除了对表面的一种像以外，你可能是更能感受到来自一种活脱脱的一种发自于内在的，或者是当事者直接的亲临的那种状态，就这种氛围不是能表演出来的。所以哪怕是一个很模糊的照片，但是它能传递这种信息，还有整个这个信息给予我的那种感受呢，我就是在这当中就是把出来的，你像其实画的最后不是你在仅仅是画这个照片的模写，这一场事件的一个重复，它是画你来自你心里面的，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就像我画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主角叫郎杰的这个小孩，对，这个小孩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尽管后来也听到很多人对于这个小孩的照片有众说纷纭吧，有的说是那儿这是个军礼，这其实这是太不重要了。对，这是一个小孩，我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被山洞埋了，就是说塌了，我自己就是小的时候，那是我五岁的时候，把我整个给我活埋了。等到我活过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心情就是。看到太阳的时候，看到就是再看到有知觉的那一瞬间，就像跨过黑暗一样，那种心情只有你经历个这样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其实那儿的小孩他们都习惯性的敬礼，我在2004年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去就是这个四川的，你知道包括那甘孜阿坝呀，这一路上小孩都会给你敬礼。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敬礼啊，是本身一是小孩知道一个礼，就是一种礼仪，人对人的一种友好的一种礼节，同时也能让他们就是集中精力，就是在给敬礼的时候少出车祸。嗯，其实它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时候，当你给埋在了里面，出来看到阳光被救出来的那一瞬间，无论是谁相救了你。我想只有经历过灾难的时候，你才是对这个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可能是感激一种重生。对呀，是，这是一个小孩子，你说他突然被救出来，他一种本能的反应。是，其实你画最后是就是你自己。嗯，对呀，还有很多像那个手机遗言，手机那个妈妈的那种母性的伟大，实在是啊，每次一说到就掉眼泪，而且还有你这个上面画了有上百个人物。是有不少人，大大小小 yeah, 嗯哼，对，还有一张很在这个右下角，我们还看到一张这个婚纱照是这样一对新婚的夫妇放在您这张这个画作里面，表现的是什么？其实这场事件呢，本身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对任何人有宣告一样，就是要么他怎么叫自然的灾害，可能就是对于生命来讲，就是夸哧这一刀切下来，这个一个这个地震呢，就像闪电一样的这个形状被画出的瞬间，有已经是人格了。对。
个单元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听陶勇讲故事，谈他这张画的创作。那么这个剧作《大爱无疆》呢，刚刚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亚洲艺术高端市场博览会上成为最闪亮的明星。那么曹勇呢，准备出售这张画，帮助四川的灾后重建。如果大家喜欢曹勇这个人，或者是想更多的了解他的画呢，可以上到曹勇公司的网站上 www.caoyongadditions.com。 那么上面有很多的，包括这张画的创作，还有很多他以前画的画，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好了，那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